若是普通人体内被植入妖尾，又怎能将罪责推向此人呢？虎子之前和我一起杀血局，战黑风勇猛无比，这一点大老爷也能作证。 把我给换出来呀！你们这些个老家伙，未免太以貌论了吧？想得太多，人能活得快乐吗？虎子这孩子虽然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的野小子，但他身上总还是有些天分的吧？若是加以培养，将他身上的妖力转化为除妖的能力，免得他误入歧途，不是吗？气死我了！你们几个！大老爷所言甚是，八宝阵正是小轩和虎子几位少年手下来的，他们战胜的。 可是妖尊，当真如此。妖尊如此，就让他参加国域妖师比赛。如果有差错，再行处置。大师帅，此人可以暂不受押，但其小轩一误赤柱之罪，不能免除。若不从严责罚，只怕难以服众。嗯，齐小轩身为营帅啊，未能对国域妖师起到表率作用。 送赤柱有遗物，但你们也知道原因，他能放着妖骸人不管吗？你就听这几个小人的谗言，如此严惩，不就是为了自己所谓的威严秩序、所谓的破名声吗？为了名声，自己儿子都不管了！你们这没一个好人，你们没一个好人！ 将齐小轩押入监牢，惩戒三日。是。